动速度 up 是什么鬼啊？就是你，我知道啊，蹲下来的时候跑步变快啊，我知道啊。欸，八点喽，八点了怎样了？他们在那边开台。谁、喔、在那边开台？什么东西？杰克。对啊，他们改 YT 很久了呢。不是退曲，改退曲。妈，杰克是两边开了。对啊。哦，我想说，我知道 YT 啊，我只是很久没看到他的通知讯息。冰与龙妖甲、贝塔精英、黄斩啊，我接吗？黄斩，贝塔，我在攻武器房。为什么要用黄斩手啊？问昏厥耐性吗？啊。我还因为我那时候是旧的、啊，我不是跟你讲过那时候配的时候。啊，这那现在手有推荐新的什么吗？我去看一下。啊，你们先进，我去看一下。嗯，好。看要不要红龙啊？红龙手吗？啊，对，我那时候打还没有红龙，现在有手臂。那个黑红的那个玩家。手嗎有用驯龙吗？有没有考虑换那个体力二攻击二？那个龙三龙。对，哎，龙三龙也不错、啊。我手吗？我说换四套，哎、欸，三件龙三龙这样子。青弩呢？不是龙三龙是炮速极易啊。如果是车龙，没有他打贯通哎、欸哦，没有啦。贯通吗？不是啊，车二，车二的。车二的话，炮速极易。用驯龙好一点啦、啊，因为还是需要到人节约。对啊，也是啦。对，要因为节约他刚好是两发可以节约到。啊，因为尾王那一把是一发，然后又自动装填，所以节约根本不需要。靠黑红的、哦。风口贝塔很猛哎、欸，可以啊，可以改红龙手。啊，黑红手啦，红口跑哪去啦？吹哦，找到红口贝塔吗？那我们先进去吧。对啊对啊，走。先进，我帮他看一下。黑红手贝塔、啊，我还不能做黑红哎、欸，好可怜哦。那妖甲一样冰雨哈。嗯，冰雨、啊、妖甲冰雨是什么去的？应该也可以换的，应该可以换的、啊。冰雨那时候配也只有冰雨的可以用，我看体力增强耳塞，那可以换掉啊，要换掉了。好，你们吃饭，找一下看有没有可以备用的。啊，回家。我觉得耳塞蛮重要的，因为你换弹的时候你被吼的话，你要蹲下雨肉。就是要只要耳塞就不需要不一定要冰雨，那有什么适合的、啊？还是要体力啦，因为你被撞要死，所以我比较怕、啊、安全起见。那就伪王裤子吗？可伪王裤子是我记得是体力。伪王的，可是你已经体二了、欸，你伪王裤子又体二，哦，这样会体四不好。没那条鱼哎、欸，没有仓库，要往那个。那我问一下哦、喔，雪崩区。那精灵加护山体力一的可以吗？可以啊，然后用金火是不是？对啊，金火裤子。我忘记带了。有系统。手用黑狼鸟的好像也不错。黑狼鸟的手是耳塞二，然后配一个护石就耳塞。哎、欸，也不用护石可以升到四等哎、欸，那其实配一个耳塞。现在升不了四等啊，还不能升哦、喔。对啊，我愿意升。升不到啊，我升哦、喔。那你可以先用黑狼鸟的手，这样耳塞就直接五了，就不用再另外塞耳塞。黑狼鸟叫什么？就黑狼鸟，它就叫黑狼鸟。黑狼鸟，哦，找到了，贝塔。它直接两等耳塞，还要贝塔，这样就直接五等耳塞了。要塞我的，你要塞到四也是可以的、啊。如果你要塞别的东西，那裤子嘞？裤子的话，金火的蛮棒的啊。可是要用的话，建议用贝塔。贝塔有一个四等洞，四等洞，你可以找一个有体力附带体力的四等猪比较好。贝塔，好，其他的比较好。塞喽。塞啊。不是塞啊。装了，装啊！哎、欸，没打到炮。这是什么？所以
轰吼的手，轰吼手不要吗？就轰吼手改黑狼手啊。嗯，好像没体力啊。因为那个攻击两等其实还好，主要是那个体力二啊，要人生那个体力二。嗯，除非你真的不怕死，不怕死啊。我很怕死，我会怕死啊，所以我该要用体力还是用攻耳塞？体力跟耳塞都要，体力耳塞都要啊，体力到时候去加上去就好了，用护士加，不是护士啦，用装饰加，珠子啊，四级通那种的，你去找珠子加上去就好了，那个很好搞啊，因为你的洞应该都是够的。大力卖鱼。主要还是炮数一定要三等啊，因为要用弹丸节约的关系，没办法五等，除非是你配三件套的龙三，然后护食用力证护食，这样也可以。而这样就耳塞就要另外装，你就自己想办法再塞耳塞。哎，我没有准备石头。然后我有准备好了。还有人要撞吗？我想要破甲。可以、啊，我打中路上。嗯，所以他们在开什么？黑门。哈基他们啊。Monster Hunter。哦，不行啊！你不能跑掉，我要打你的面具。听到声音了？还没吧？那家没调戏啊？拖鞋的声音也要调戏的。对啊，猎龙。金凯鱼开始变少喽，低鱼发白了。哎、欸，臭鸟想干嘛？嗯，更变装备。哎，这是打完第一只了的意思。对。哦。臭龙还想要？啊，克制强化嘞，对吧？克制轻弩要用什么？上吧。回避装填。要吸血啊！吸血跟攻击力或是动。克制强化。克制弩枪啦，克制弩枪呢？哦，克制弩枪哦，回避枪铁，一个回避两个回避，一个蹲捕。什么叫蹲捕？装填强化，怕你被断掉的时候可以直接补啊，就不用蹲下来那么久。什么叫装填辅助零件吗？对。啊，还有一个嘞，一个还有一个什么？远距离射击强化？不是。回避装填强化两个重化吧，如果要增哎、欸、对重化对弹丸重化零件啊，金鳌，因为重化可以加减气跟那个击晕的效果。嗯，跟变重。哇，你的玩你的人那个怪怪的、啊，全软化还死，来我压着我不动了。好，可是我打的是头。哎呦，大家再一次吧。哇，舒服。掰了吧。啊，最后一下，谢谢。哇，当场去世。收一下1100，超爽的。耶、相亲视频。你说主要是要什么？炮击体力跟回避性能。炮击。打驯龙吗？炮什么？还有
啊，炮击就炮速柱啊，炮速，炮速要三的，能的话有 KO 柱最好了，对、啊，有动够的话，嗯，动够的话再多吃，如果动不够就舍弃 KO 没关系 ，KO 其实就是辅助用的，对啊，那个比较辅助，主要还是活下来比较重要，对。阿迅，半山，炮速是几个洞啊？一个洞，炮速一等的，没有，不是没有啦，四个洞的没有，有没有炮速？啊，去做，啊、我的收货箱，我的收货箱已经放置了，我不管它。我就还好啊，哎呦哎，炮速二，我昨天有打到一颗炮速二，我也有一颗炮速二，我都没有，零 ，low 接喽，等一下、哦，我去看去做先做那个大仙出来，那再来嘞，冷冻奇遇。太会了吧！啊，ちょっと，我要压票。哼，压票。挑咸鱼，哇，他白斩还蛮惨的，是我看错。很长啊，跟变装备。相前阿仔嘞，体力，对啊，体力啊，好，那再来嘞，回避性能，回避性能，体力，当场取舍，好，想要进来还有一个位置。我去厕所一下。我的侧脚好像已经可以用了。但我要打黑轰来 update 我的装备了。啊！你居然有拔刀体力，好好哦。谁？我？哎呀！拔刀治愈吧，我拔刀体力可能。体力。我体力的好少。我的体力都是配奇怪的东西。欸、我刚跟你说腰甲用什么去？直接金火啊！金火啊！好，我做，我做不出来。我没有金火的秘籍。回避。那我转，先换别的。金火的秘籍，怨念很大、哦。我换秘籍啊！我不知道。我的调和永远有一个问号问号。大火妖精鱼啊，还没拿，还没遇到。我的大火妖精鱼，没钓到，还没钓到，可怜呐，可怜呐，可怜呐。我没有做啥呢，我没有做啥。还有缺血呀、啊！啊，剩两个体力了。我这边自己刚刚稍微自己配了一套。虽然还没实战过。看起来应该不错。
好了，我的回避体力跟炮速都好了。水啦。然后嘞？没有然后啦，就好了就好啦。还有四个洞，两个。就看一下你缺什么，塞什么。加护加塞满。虽然很废话，不过就是这么多。加护。哎、欸，我有回避二哎、欸。Oh my god！啊，这样也出发吗？哇！哦，你是舒服的哟、哦。他改名字，被丢包了。看到了，被丢到他面前。做三米运动干嘛？拿错了，他要往大树木走了。你们都在八区是不是？是，我以为他会在八区。这里不用喝热饮，真的不知道差差什么哎、欸。啊 ，KO KO 对不对？你是几等洞啊？两个四等啊。那不然你差两个解放珠啊，可以多塞一。多塞一颗，解放，我来死啊！两颗解放，你这样可以有三颗装等极限。什么解放是几个人？三等洞，三等。那什么解放体力的吗？我还没打到，我不知道，应该有吧？好像没有诶、欸。使用在耐力雷虫这边。好，虽然我没 KO， 对啊，怎么没有两等 KO 啊？还是我要穿 KO？ 开撞开撞！他跑远了，跑了。没有的话，你可以放 KO 也没关系。跑去一区了吧？就解放两个就会加到他的那个车二了，就解放两个加到车。对啊，好了，要打啥？监视啊，我们两个在等你的监视。突然伤害力变得好不一样我往墙靠哎呦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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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你要打什么的？你们都没监视灭金龙吗？没有，没有啊，我只有两人的、啊。真，哎、啊，对，你们两个人打啊。啊，你不打啊？啊，我刚刚说跟魂打，你不是说把你放哪里？对啊，对啊，所以我们找你一起打、啊。可以撞墙。对。被卡住了，有中洞图吗？对。你被他关厕所是？差点出不来。
们哪个营地啊？单发装填好像有点危险。哎呦，不知道，所以我就选蛮营地。哇，不好意思，雾到我看不太清楚。起雾。这家伙会毒哦！哇，他会猎伤啊！哦，那是猎伤哦。谁啊？你在打什么？迅龙。哦。他的那个尾巴炮击。我已经骑到了。对，骑到了。慢就好了。我看得下来了。他是晕的。对啊。哎、欸，不要！哦，要直接去了。我要调一下东西。有没有石头啊？它又可以撞。好。安安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哇塞，会哪个营地集合？他在五号前面一点点。那五号营地啊。吃一吃，我东西吃一吃。哈！我努力在看呢，你妈回来。有在飞了，在飞了。嗯，他跑去哪里啊？哦，跑去找我是吧？对不起。走吧。就把我的药收起来。我身上满了，一个，一个，哎，他不见了。地板好亮，哇，打那么远哦？没有，啊，没有，哇，这也甩太远了吧？也要甩一巴了。找到了冰牙龙家，啊！大力发动，亏，我晕眩了，再会了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哎、欸，他挂了，他跑了，他跑了，没有，他跑而已。干古代龙人，你要给我什么东西？那就古代龙人头。我也要。命药。古龙。古代龙人票据。龙人票据可以干嘛？不晓得哎、欸。换东西啊。还没有。对，我就可以换什么、啊？他又在乱动。好欸，我们绕了 好大一圈。我操，跑去哪里了？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大凶彩了，我直接撞哦。啊，走错了。哎、欸，我被你误导。给我两个生命大粉尘。八区吗？哦，没有、欸，下面。滑坡区。啊，这里有麻痹蛙。嗯，麻他墙壁骗你。
看到他了。啊，差一点。麻吧。差点就麻到我了。没了，不能撞了。好的。好好。因为刚刚那个会在路上。哎，被吼下来。打脸为什么飞翅膀？对啊，那个判定真的有个垃圾判定呢。我开始气笑了。刚刚怎么回事？我刚刚也是感觉怪怪的。你又骑到了。没有。过来啊！怪你手快！乖乖！哎，我都不知道该喝水还是该打。洗了就洗了。晕了晕了。要洗。哎，谢谢谢谢谢。麻痹抗性太高了，其实好像不够。哇，我被甩两次下头，晕了。可以撞了、哦，移到墙边去。不会撞、啊，这个地形我不会撞。你要移到后面一点。哎呦！我穿转身一下撞他。怎么感觉怪怪？那是不是太……不行，我觉得我只要一上去我就死掉，不敢上、啊。他不让我上他、欸。哦，真的哦，驯龙真的是上去很容易死。哎呀！嘲讽好啊！是的。好，是的。削皮，砍尾巴也好。哎、欸，尾巴跑了。我要面对你，我要面对你。我看到很可爱的石头，哎、欸，可撞。花了，花不起。哎呦，我的血，我的血。哎、欸、哎、欸。是很是很。转过去啦！哎、欸，转过去啦！我可以转了，一次而已耶，一次而已，而已呢。还没掰开。哎呦，喷泉哎、欸！哇，冲好快哦，天！还钻进去干嘛？还给我钻进去？可以啦。他蛮可爱的，一定要走这边。哎、欸，堵门口啊，大哥。哎、欸。不太妙、啊。我要你的尾巴。哎、欸，我有点慢陷阱。他也不怕总火石哦，不好玩、嗯。不要跑啊，我尾巴。我很努力在切他尾巴了。我碰着。哎呀。哇哇哇哇哇哇！加派加派！哇哇哇！我好害怕，我好害怕！哇，超级凶的啦！啊，我骑着，你们加油！不要看我，拜托！哇，太好动了吧！从那边跑到那边，这样如果我防。防错位置，他到尾巴有人是不是啊？不可以打哎、欸！有，我看到尾巴了。你看，啊，我继续骑，加油！
真的很不懂了，还懂。这真的是到底包有人、啊？我骑到了。哦，我骑到了。是我的、啊。你可以去投吗？尾巴我们这是要断尾，太甩很难打哎、欸。因为头的话它会乱晃啊，所以头很难骑啊。来啦，快！